证件部分使用执照为59年始字第0462号，税捐经征处来函及使用执照影本参附件二，土地及建物资料建物测绘土地及地形图像附件三。本局未确认古迹本体及其定夺土地范围，于107年7月26日邀集文资委员张坤正、薛启明、傅国、刘淑英、朱英敏五位委员召开市定古迹山顶物产株式会社就下古迹本体及其定夺土地范围审查专案小组现场会勘，会议结论如下：一、初步认定山顶物产株式会社就下古迹及其定夺土地之地号范围为中正区公园段二小段465466D号两笔土地；二、建物保存本体，多数委员建议以原始么字形三层楼建筑为保存范围，现况为5层楼之后，其增建部分不纳入古迹保存本体。其他相关补充资料：一、山顶物产株式会社就下历史图之详图建物；二、山顶物产株式会社就下现况地及地形图及航道图详图建六；92年山顶物产株式会社就下修复计划调查研究摘录为附件七；本案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详图建八。这是现况的基地地级地形图为红色框线部分为466465D号两笔。那这是历史图资的部分，首先是1940年水稻设置图下山顶物产株式会社旧厂，它红框部分为么字形建物。然后这是1945年美军航测图下的建物，亦为么字形。然后这是1958年台北市地形图下的测绘部分。为图中红框处，然后1967年台北市航道图下的山景物产株式会社就下一可看出有增建建物的部分，那1973年的也是，那这是现况，也就是去年2017年台北市航道图下的古迹本体跟增建建物的范围，古迹本体的部分以黄框标出，那黄框中间所包的这一个部分为增建建物。那本案的基本资料，请委员向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那未来管理保存及管理维护部分，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第8条规定，公有文化资产有所有权，由所有人或管理机关编列预算办理保存、修复及管理维护。有关直辖市定古迹山景物产株式会社就下管理维护，由管理单位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文资法规定办理，建请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审议会中进行说明。指定范围影响评估部分，依后续古迹本体倘涉及修复及或再利用事项，需依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提送计划于本局审查。二、直辖市定古迹山景物产株式会社就下古迹所在街廓或临近基地有相关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且符合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第22条之范围条件者，需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提送相关计划于本局及本审议会审查。拟办：一、拟请同意变更直辖市定古迹山景物产株式会社就下古迹本体及定着土地范围，并补充种类、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据，公告事项请委员详会议资料。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山景物产，山景株式会社为日治时期日人在台最大财团，山景株式会社在台经营事业范围甚广，其中以物产株式会社影响力较大。除台北总部外，亦于台南及高雄设置支店。其台北总部于日治之初即设于现址，为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见证，具历史价值。二、原始建物约建于1920年代、1940年代改建，楼高3层，立面有许多水平窗框及垂直的装饰性小柱，外观具有20世纪初与西方社会同步流行的装饰艺术。大厅内设有电梯，具时代见证的价值。三、与邻近之台湾博物馆与汉圈业银行旧下结合，充分见证台湾近代都市历史空间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对都市发展有重要意义。
是符合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二三款指定基准。二、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因审议决议办理后续。历史建筑南京西路二三九巷十四号店屋历史建筑本体范围审议案提请审议，请说明。办理情形一，南京西路二三九巷十四号店屋于2017年2月13号公告为历史建筑，保存范围为南京西路二三九巷十四号建筑本体。办理情形二，本市税捐稽征处大同分处2017年2月14日来函询问，此案暂定古迹其实日及保存面积是否包含增建面积41.1平方公尺，此为未登记面积，原所有权人之子蔡清木现为所有权人。2017年2月22日来电表示，税捐稽征处所指增建面积并非增建，为本建物竣工时既有建物。办理情形三，查本案地震登记建物面积与实际建物面积及楼层不符，自公告所载建物面积与实际建物面积有所落差，因税捐机关有课税疑虑，本局于2017年3月22日召开此案保存面积厘清会刊，会刊结论，此案历史建筑保存范围经委员现场确认，仍维持登录公告之四层楼，为一坎一落一过水，后方有天井。另有关再利用计划有其必要设施，将一并保存，请以《文化资产保存法》第24条列入检讨后，简送计划过本局，提送本审议会。办理情形四，有关一坎一落一过水，经询问当日出席委员仍有疑义，故本局于2017年9月12日再次邀集文资委员召开第二次会刊。结论略语，参酌本市税捐稽征处大同分处2017年4月17日函，本案建物为1至4楼加长砖造，课税面积及折旧参数如附表格，经委员综合讨论，多数同意定着土地面积依课税面积计算为保存面积含原天井，原天井后方增建部分则不纳入历史建筑范围，后续将续送本审议会审议参考。办理情形五，专案意见请委员详参此等资料。这个是立件的地级地形图，蓝色框为此案立件范围。这个是黑色的部分是税捐稽征处提供的课税面积。这个是此案建物44年的时候建物登记图表。那我们可以从这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的右上方它是缺一角的部分，那这个看到可以看到就是红色部分，红色范围就是刚刚缺一角的部分，然后再有增建补上去。拟办，拟请同意变更南京西路二三九巷十四号店屋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其地号，变更公告事项。一、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其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南京西路二三九巷十四号建筑本体，建物为迪化段3小段606件号，面积280.18平方公尺，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同小段450定号，面积为81平方公尺，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二、变更理由及其法令依据，考量建物整体之管理维护与使用，同意变更历史建筑本体范围。二、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登录基准。二、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因为刚才没有您的名字，好，这是所有权人蔡先生。好，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文化局的长官，大家好，谢谢各位的时间。我这边想要表达的就是说，那个在大稻埕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南北部中药，还有布业，但是布业在这部分，因为它代表的，包括在现代还是代表的流行跟潮流，所以这段的历史比较，没有被彰显出来。那布业的历史，它其实是带动台湾从农业转型成工业的一个指标。那大稻埕在南京西路二三九巷跟迪化街一段十四巷，其实就是因应当时的一个那个布业的一个需求，所以做大量的一个街屋的一个改造跟新建，所以才会有南京西路二三九巷跟迪化街十四巷的产生。那这两个巷子里面的街屋的形态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时新建完了以后，每一家的布商的员工、家眷跟访客汇聚，二三九巷单是一条巷子，将近有近千人活动，所以这可以是台湾经济转型最初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南京西路二三三巷的街区将进行都更的规划，我这边也担心说二三九巷这个代表历史的一个见证，是不是也会随之步入历史？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透过尽快修复的方式成为表率，进而影响我们的街坊，也能够珍惜这段的历史。那本案申请的立建的身份修复将近了两年，那期间其实我本人婉拒了许多租屋的一个洽询，我希望能够让老屋能够风华再现，不要再继续凋零下去。所以我这边希望能够把这个登录的名称改成建成玲珑护航，谢谢各位。其他没有，没有，我们看各位委员明显。怎么样？再理解一下那个你概念里哈，就是他申请的是并国历史建筑区并国土地上的面积跟他地哈，啊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限制有点看不出来。同意变更历史建筑本土范围，这个应该讲的很清楚，还是要把它再讲清楚，因为之前有讲四层的，要不要再把它讲清楚？就是前面很多委员建议是一直看，如果啊，当然就是整体的，啊那个土地呢，会谈了，应该谈了那个先行这样子，啊这里面当然有个看书，可能没有写在这个变更理由跟法定依据这边啊，就是到底他五层楼要不要承认？但是因为之前的意见哈，要等那个调，就是根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二十四条哈，那他写完那个修复及再利用计划才能够认定啊，要写在里面，因为没说这个案子还没做啊，所以现在也没办法聊，没办法提这个五楼的那个加建到底算不算是本体，还是再用必要设施，接下来没办法知道。所以这不管怎么样哈，这变更它提的变更到底变更什么？这个就是那个花花里面到底应该是什么？没有看的很专注。需要我做个说明。哎，好，把这个花那个地层可能没有看的，不要说面积。好，我这边说明一下，那个我是说，等一下，我现在是主席是请我那个承办单位说明。对，那你把这个内容，刚才刘委员提的这个内容，是不是要先确定一下？尤其花花区的部分，我们原来拟的这个水圈楼的方向，又汉花刘委员提的内容，水圈处的事情。不好意思，我这边承办单位补充一下，我们原本公告面积是以地震权状的面积239.08平方公尺为公告面积。那根据税捐监处提供的这一张表，就是在这栋房子在那个创建的时候就已经有包含了。9.32，就是它每一层楼的后面，就是这个它
委员可以看到这张图，它本来后面这边是后面这边是这边是空缺的，就是那个登记表是空缺的。那它其实呢，在就是创建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在这边已经把它增建上去，所以就会变成有它后它就是有，其实它的折旧年数是一样的。那只是当时登录的面积是 239.08， 并没有把一至四层楼增建的总计41.1平方公尺也纳进去那个登记范围部分，所以导致有课税面积跟登录面积有差距的问题。那只是因为我们经那个税捐监处提供的，那就是折旧年数其实是一样的，所以那这个部分我们才会把41.1平方公尺，也就是这张图的这边，其实它就是我们刚才有说到有提到说它有增，就是已经有就是一起建筑范围的部分一起加进去，就是这个部分这个图的红色的区块。因为这个刚才这个范围界限啊，就是这一条界限，那其实它这边是已经有增建上去的，就是这是目前建物的现况。我这边可以补充说明吗？李委员提的都答不完了吗？就是维持一至四层楼，并没有五层楼的面积。那我们只是一至四层楼的这个面积后方这个面积盖加进去而已。那将来那个修复利用完成？那个是因为其实这个建物呢，它有第五楼，那因为第五楼并没有列入那个历史建筑的公告范围，那只是所有权人这边之前有提到希望列进去，那我们在之前的会刊就有提到说，我们就是有建议说，如果要把它列入就是历史建筑的范围的话，请他提修复再利用的时候再一并依文字法24条提出。有确认吗？就他提修复再利用会审核吗？修复再利用是他还没有画，对，但是。委员是建议他如果五楼要加进历史建筑本体的话，应该等将来修复再利用确认的时候，你把它当什么样的再利用附属设施？如果你是当了再利用的附属设施的话，就让它报。所以将来再讨论五楼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等于说，刚的意思是说，其实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加建，那应该让他列入那个计算扣税。就分两个部分去处理它。好，那个课税跟登记我们不管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说这个公告它这个变更，那就把它说明清楚，我们只是到四楼，那五楼是在结论的附页面附记法去注明说，如果说你们程序上同意上次委员的建议也好或外部的意见，你同意修复再利用后会考量五楼的这个认定的话，再把它结论里面在附近把它分录下来，就多一个未来程序的确认，这样民委员的答案就会比较清楚。还没答案，主委长，那个因为先前的委员的意见都是一看，你如果一过水，啊，那个过水不含建筑不含天井，啊，而现在的登记的想法是要扩大历史建筑本体含有天井的加建物，是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但是问题，这个都不是委员的建议啊。对对，他后来又报进来的资料，就说其实他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加建了。对。那跟原先委员去看的时候，其实可能委员的资料当时还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他再提进来的嘛。那今天是给大会做确认啊。那如果大会觉得那个部分是他提的资料是可信的，那我们就加计这个部分嘛。那老师如果觉得不可信，当然就不会再计算这个部分。加建这个事实啊，这没办法，这个就加计，那算不算税？这个扣税就涉及到历史建筑本体的认定。这两件事，加建它确实有加建，这我们都承认。对啊，但是你可以看第二页、前四页还有第六页啊，所有的人都建议是先一过一砍一过。后
后来十二跟方老师讲，因为老师九月十二看到前一次，对老师看到是前一次，老师你看错，老师看到前一次没有建议啊，但是两派的九月十二不同的意见，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折中，还是照这个一半的这个内容。不是，就是后来他有提供那个有一些老师说的资料嘛，证明他是一开始就有。抱歉，我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这整个过程，在我是说选的，等一下。对，老师要不要帮我们说？就是你，李老师，因为我两次都有去，因为去年的2017年3月22号，我们有去过一次。那时候因为蔡先生并没有提出那个增建物是初建时候就有的，我们认为它是增建。但是到后来他提出了新的市政，就是说其实那个建物落成的时候，天井的增建是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在2017年的9月12号。再去看一次确认这件事情，哎，上。好，这个价应该是可以接受。如果说他有这个，那个不叫增建了，就一起落成，就一次落成了。对啊，他就这样。对，他是。这个反正说法不同，反正有叫做一起落成。那个没有什么增建，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违建，那个建造的可以很奇怪，就是。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照这个提案的内容。那刚才讲的就是说五楼的部分，把它明确后续的这些程序，在结论里面把它列出，好不好？那如果说都符合刚才大家的讨论，这个就不用再发言，好不好？好，名称又不是今天能改。如果说考量它可以按照它的名称有它的价值。或他的意义方向，你再另看。我要请他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因为他刚刚讲的都没有道理，就改成这个物业的方面的名称，来看看这个登录的名称如果能够改，那我们就照程序来做，好不好？老师学历史的，帮我们建议一下名称是不是直接改？还没见到实质，只是说是不是可以一下就直接说把这个名称就这样改？老师没关系，等一下你再提供我们嘛，我们请文史的老师来看你的名称，可以吗？但是也是因为他突然提出来熊熊，对，他里面是有提到两家。的店有一家翼龙，一家建茂，那你突然讲的又不是这两家？抱歉，因为我之前是有反映过，就是说这个案子，就说你还是提资料，因为这个东西审查完了以后，它有专业权威的这个责任。熊熊，这些不是说今天讲完马上就可以确认。主席，我想主席可以让我表达一下，你登记发言时间过了吗？就是说你把你要提的，我们已经接受你的建议了，那你把你要提的资料提供给委员会，那目标单位看了以后，那必要的时候他会列入未来的这些审议的过程，好不好？对，今天没有办法这样翻，要不然你随时提提提弄，我们要马上就说你说弄，如果你现在要讲我就说弄了，好不好？那这样的话就快一点。主席可以让我简单说明一下吗？抱歉。好了，我们下一个案子，好不好？这个议事的规则还是要遵守。审议案子。审议案九，直辖市定古迹芝山岩会济宫设置障碍电梯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审议案提请审议。请说。依据文资法第34条，办理情形，市定古迹芝山岩会济宫位于芝山岩遗址小山丘上，为方便残障人士及年长者芝山岩会济宫参观，会济宫提出了设置无障碍电梯计划。本案无障碍电梯的设置位于芝山岩遗址公园内，故会济宫委请国立成功大学考古研究所于100年。